哇 ，Alex， 今日天氣好多雲啊！唉，真係搞到我頭暈暈，心情有啲差係嘛？天氣真係會影響人，係啊，搞到個個都有啲疲疲騰騰。唉，不過所以咧，講咩雲咧你？嗱，今日立法會咧，莫非馬雲？唔係，有啲關係，不過一陣先講。係有啲關係嘅，因為今日自由黨嘅鍾國斌議員咧，有一條動議咧，就話想政府咧就幫手。就話等嗰啲回流嘅工廠咧，就翻翻嚟香港開廠，就刺激香港經濟，多元化香港經濟。但我覺得好搞笑嘅呢個對話就係、是，我想問佢哋當年點解佢哋又走咧？如果係咁樣，咁所以係有另外一位議員咧，叫善仲佳咧，就提出一個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動議，就話不如修訂啦，加埋雲端技術，即係香港成立一個雲端技術嘅中心，就即真係所以有個雲字，所以有個雲字。咁啊，同所以問馬雲有冇關係？有，不過馬雲飄走咗啦，已經。但係我覺得雲端即係其實要善用家嘅提議唔錯啦，因為如果相對於兩岸三地或者外附近東亞地區嘅話咧，雲端技術最需要就係一個 server 啊嘛，其實係。如果你講自由度或者受監控度比較低，或者大家所信任比較高嘅，我諗你之前都講過，的而且確係香港嘅。即係同埋嗰個中英文嗰個處理能力，即係啲廠唔使搬落嚟啦。係啊，其實啲伺服器都搬落嚟啦，啲server搬落嚟。係啊，即係因為我好想問嘅，你唔可以當時搬走，你就話你搬走嗰陣時都冇留過情啦。你嗰陣時因為大陸平啊嘛人工，而家大陸人工貴啦，即係沿海城市都貴咗，你又想香港搬翻落嚟，我覺得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但係就唔好講到好似好偉大咁樣搬翻嚟，因為你順便搞好啲問題。我哋解困新聞係啦，唔好批評人。好，不過我提供個 solution 俾你。係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喺內地做電子郵件公司，要找香港的伺服器嘅話咧，有間公司做得不錯嘅，嗰間公司就叫 Udomain， 大家可以上 udomain.com.hk， 冇錯，揾下嘅。